佢系谢德安 Dr. Ryan， 一位专业嘅牙医。51岁半嘅佢，同时好热爱健身。旧年仲开始参加健美比赛。为咗今次嘅比赛 ，Dr. Ryan 唔止由头操到落脚，仲悉心设计造型，要牙基底卧冇水饮，咁都撑得住。特登整8个头发咯，等啲人知道我资深咗。比赛5至7日就开始 cut 卡布，跟住咧继续要操，就将你 muscle 里面个结构仲全部揸干揸净。cut 水就令到皮下嗰啲水分冇晒咯，肌肉会贴啲咯。应该星期三开始饮水，饮6个 liter， 饮到星期六系饮12个 liter， 令到个身体系排水。紧唔紧张？有冇信心？唔紧张。咪第二次玩好啲。点解你初初会玩呢个健美嘅？几时开始？其实我玩健身玩咗好多好多，大家都系一齐都会去每日去做 gym 啦。咁但系经常都唔系太认真做，亦都唔系太认真去节制个饮食。我45岁嗰阵时候，因为张家辉激战咧，就减过一次。减完之后咧，一年咧，去到50岁咧，开始就肥翻好多。特别疫情嗰阵时候就。冇乜嘢做，整下嘢食，一日一支酒咧，肥到唔敢上榜啊！跟住同 friend 行山咯，行山頂咋，只腳都跛埋，跟住諗緊50歲唔通就係咁，因為心計唔服氣啦。仲有我嘅死黨，我死黨，但係我2-3年跑山跑入香港100，我冇理由自己去到咁渣噶。咁去到5月嗰陣時就開始，因為我45歲減完之後，我話過50歲減多次嘅，又唔使飛。限聚令冇乜理由練唔到喎，咁啊5月中激起心肝12个星期再減多次，咁啊結果真係減到好多。我嗰陣時係跑步啦，戴口罩由屋企跑，由西環跑去淺水灣，喺屋企做 TLS。你覺得未必贏到呢隊？係啊，你同後生難免嘅。睇個膊頭胸啊 ，Model Fitness 好似話講個腹肌多啲咯。Fun pose。Bad pose.自我感覺良好了很多。牙醫的工作很忙，但勝在定時。 Dr. Ryan 在早上操練個半鐘，下午又再操多1个钟，平日還會行山跑步。最辛苦是操哪一度啊？星期一操胸，星期二膊，星期四自己操腳，星期五操背，每次操不同的位置。咁11月咧，我再跑埋步。星期六係跑 interval， 星期日跑半馬。每一次起身咧，唔同肌肉群嘅痛苦。個 diet 改得好緊要啦。我每日都係食雞蛋、薯仔、牛油果、雞胸或者三文魚。一個星期有2-3餐或者3-4餐係食好嘢嘅，食乜都得嘅。咁基本上食開習慣咗咯。同埋有樣嘢煩，唔使諗食咩，日日都食嗰樣嘢咧。唔悶咩？唔悶嘅 ，OK 嘅。最慘係戒酒。哦，要戒酒。係酒係 calories 好高啦，影響你 performance 啦，同埋影響埋你個肌肉增長。即係基本上 body build 咧，即係你話一個星期1-2杯 OK， 但我臨到11月到而家，淨飲過1杯酒咯。健身又要講多樣嘢，最好笑就係因為我個孖生哥哥係心臟科，都會變身佢瘦啲噶嘛。咁有啲客唔知道你孖生就點解頭先點解呢排大隻咗咁多嘅咧？後屘先發覺，咦？點解見到又瘦咗嘅？後屘先發覺，哦，原來孖生兄弟。
被 Dr. Ryan 无比鼓励的就是他的细女 Julia 啦。咁我个最细个女咧系有肌肉发展问题，佢好细个坐唔到，后屘发觉有问题，要行唔到路，四岁先行到路咯。佢要做啲治疗咧，如果你睇 video 咧，系要喺即系根本上佢只脚要起身系好辛苦。咁我跑30K 嗰次咧，同个 friend 咧去到28K 我跑唔喐，嗰时我记得31度，我哋跑大步，我已经唔想跑，停咗，叫我哋叫撞墙啦。完全冇力，我喺嗰陣時個不斷浮現嘅畫面就係佢個 video 裏面佢係咁喊，但係仲做緊嘅喎。一個小朋友5歲，佢唔知道自己做乜嘅，但係佢仲堅持做緊喎。咁點解我自己堅持唔到呢？就係嗰個力量令到我繼續行落去咯。即係每次我最想放棄嗰陣時候，佢諗起佢嘅，佢都唔放棄，點解我放棄？465號謝德安。冠军谢德安，恭喜晒！白头发练埋呢一身嘅肌肉，造型已经晒晒啦。唔系话你开始手震啦，已经系好肚饿啦，已经。重回人间啊，有饭食啦！通常都几开心，你睇下你笑低，仲开心过攞奖。下次几时再比赛？不玩住啊！五月啊，哦，已經準備報啦。多數都會玩嘅，有目標你就會繼續操咯。冇目標你會有少少懶咯。今晚有冇咩慶祝嘅方法？呢個聖誕我諗會食好多嘢嘅，會飲好多酒嘅，一定會。報復式。報復式，但係都結果發覺自己都唔會飲咁多咯。可能兩三杯已經覺得好多，以前兩三支，哎呢、這個。這個我們是不會 cut 的。